大众请起立，对面站，大众向上。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阿难摩本师释迦诸位法师，诸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第118页。经本第118页，从第四行第二句看起，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忧爱贪。我们看这三句，在菩萨的修行功德里头，这三句话是修学的纲领，也是我们修学的纲领。我们修学的纲领是什么呢？世尊在首楞严会上所说的，摄心为戒，应戒审定，应定发慧，戒定慧三无漏学。而极乐世界菩萨们所修的，也不离戒定慧三无漏学。《无量寿经》前面说的，或闻佛法深深；《阿弥陀经》上说的，皆系念佛、念法、念僧。佛法僧三宝，就是戒定慧三无漏学。你在西方极乐世界，皆系念佛、念法、念僧。那么极乐世界这一些菩萨们，他们今天示现给我们看的，在他的修行功德里头，也是念佛、念法、念僧，也是摄心为戒，应戒审定，应定发慧。但是在经文里头，他又不是这么说了。这三句话说的，简练端直，这是戒学；身心洁净，是定学。无忧爱贪是慧学。用这三句话来表示三无漏学，简练就是检查、熟练、端正、正直，那么这个是在自己的行为、动作、举止方面，时时要检查、熟练。我的行为啊，是不是端正？是不是正直？靠什么呢？戒律。属于戒学。身心洁净呢，持戒了吗？身洁净，不止身净，心还要不动，心也要洁净。禅定功夫，禅这是不取于相，定如如不动，外不动心，内不着相，这才叫身心清净。
如果你说身有定，心没有定，这不叫真禅定。啊，真正的禅定功夫境界，不限制在你的身，在你的心。纵使你白花丛里过，有定就能做到片叶不沾身。修行人呢，你有这份功夫境界的话，你即使是在这滚滚红尘里头打转，但是呢，一尘不染。那要看你有没有这份禅定功夫境界啊，啊，身心洁净，无有爱贪，一切的爱欲、贪着，只有智慧才能透彻明了。啊，当你智慧现前啊，眼前的事实真相你看得清楚明白，不迷惑，不颠倒了，功夫浅的自然放下，功夫深的一个妄念都不起。这妄念啊，要能连根拔除，这叫断尽烦恼。但是靠的，你要明白事实真相，慧学、戒、定、慧三无漏学。那你说，这极乐世界菩萨戒心念佛、念法、念僧，人家圆满具备了这三学，而今天给我们介绍一天没有成佛，菩萨就要检炼端直，你还有无明烦恼没有断尽啊？那你说师父，这难道菩萨他还造业吗？不可能啊！连那个四果阿罗汉都已经不造业了，菩萨怎么可能还造业呢？那不是造业，菩萨检炼个什么呀？这个时候菩萨心心念念念的就是天天在反省自己呀、啊，我这个度众生的事业做够了吗？哎呦，我到那边度众生啊，有没有做到圆满啊？有没有让他们都生欢喜心啊？我介绍这个法门怎么样，那边的同修是不是都能接受呢？不是说他还有烦恼啊，他何时天天的都小心翼翼的在检炼自己？这就是他给自己啊做度化众生的事业负责任。那如果是我们凡夫，我们做不到。我们到那个地方说说去，我去给他讲经说法，我去度众生啊，那我讲了经了，那边的人不听，我都起烦恼了，还有这个能耐说去怎么去看看那边的信，那边的听众啊有没有依教奉行呢？无可奈何啊。所以你要明白，
菩萨这个时候心里没有自己，没有自己谁来造业？菩萨这个时候心里只有众生，众生没有度好，哎，我应该是示现讲经说法度这些众生的，没把经给讲好，没把众生给戒引好，这是我的过失。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是时时在检炼自己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圆满，有欠缺，一定要把这个弘法利生度化众生的事业做到圆满，这是菩萨。菩萨的身心清洁净，他的禅定功夫境界，他怎么可能还有爱贪呢？这些都是示现给我们看的，也证实了极乐世界菩萨们他们在西方极乐世界修行的时候，也是从最初那个伏烦恼带业往生去的，证明给我们看，我是在极乐世界成就我的定学，成就我的慧学。那你说哪一尊佛哪个国土世界不是教我们戒定慧的呢？都是。而在西方极乐世界唯一不同的是，我们在阿弥陀佛会下的戒定慧那种进度啊，远远要超胜他方诸佛所教导。因为极乐世界最极殊胜啊，这就是极乐菩萨们从一个大业往生这样也是普普通通的身份，只要你能升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达到品题所谓的受乐无极，通往受乐无极的管道方法就是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那你说极乐世界菩萨回到我们这个世间度化众生，他唯一给我们接引的一定专弘净土法门啊。那为什么佛这个极乐世界菩萨不讲其他的法门呢？这样子对不起老师啊，阿弥陀佛建立了西方极乐世界，时时都在盼望着我们能够回家。那你说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去度化众生的时候，是打着阿弥陀佛的广告啊，你们要信我的老师啊，你们要念阿弥陀佛啊，那不会把法门介绍错呢？不会。安全，因为他三根普被，凡圣其手，这个法门气没有断烦恼、不能断烦恼那些众生契机啊。你阿罗汉辟支佛全教菩萨，我给你讲净土念佛法门的话，你要能听得进去，那是你的造化。
你要听不进去也没关系，但是这一句阿弥陀佛你已经永为道种了。过个无量劫，你回小向大，明心见性，你到华藏世界去了，文殊普贤仍然劝你求往生。这个时候你就信得比较踏实了。为什么？以前做阿罗汉辟支佛那个时候曾经听过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人家也劝你念佛，只是你不信而已啊。啊，所以极乐世界这些菩萨度化众生没有贪爱，专在这一门，你就没有贪爱。那么这三句就是告诉我们，极乐世界菩萨修这个他的修德之所以能够有德，因为他也依着戒定慧三无漏学，只是表达的方式不一样而已。他不给你讲戒定慧，他讲这三句。我们今天学着这三句啊，如何也把它落实在我们的净土法门里头，这个才重要啊。简练端直，因为我们还是凡夫，我们的身口意仍然会犯过失，这真正要简练，要懂得端直，没有别的。第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戒律，而戒律的基础摄心。戒律的条文我们不说，我们说经典教戒。戒律的条文再多都还从经文里头来的，这样你就有一个依归。好比是我今天是依着净土法门，我以无量寿经修学的，那么我的身口意行为就依着无量寿经经典教戒。而无量寿经这个内容里头很明显的，本经经文从这一品开始一直到37品，这6品经文呢，通通讲的都是我们的行为烦恼习气。你说你要持戒呗，你要依教奉行呗，就把这6品里头细细的去学习去体会，这就是我们的戒律，这就是我们的持戒啊。然后你说去受个三皈依啦，去受个5戒啦，这是根本啦、啊、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啊。在家同学受了5戒啊，如果有机会受8关斋戒呢，这个好啊，增益戒嘛，我都受了5戒了，再增加多几条戒，让我一日一夜能够受持。那至于菩萨戒呢，纯粹是个人发心，佛没有说佛弟子一定要受在家菩萨戒，没有，是在于你呀、啊、
发不发心去当个菩萨。所以你在还没受菩萨戒之前，你可以先去了解菩萨戒里头的戒文。那不像我们受比丘戒、比丘尼戒，你在受戒前你是完全不知道有哪些戒的，不能看，那看了你就不肯受了。受完比丘戒、比丘尼戒，你才能去碰戒本，这是别解脱戒它不同之处。那如果是五戒了、菩萨戒了啊，在家最高的是菩萨戒了，你还没受戒前呢，你可以去阅戒啊，你可以去读啊，去了解哪些是叫菩萨戒。如果我要受戒的话呢，我应该注意些什么事项？为什么呢？你能不能做到？所以你受菩萨戒跟受五戒差别之处在哪？五戒我常讲的，不管你能不能做到，就算做不到你也得受啊，因为它是信戒、根本戒。那么至于菩萨戒，如果我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戒文里头好多我都没办法做到的，那你可以选择不要受，不勉强。但是无戒一定受，这是它的差别之处。佛不会勉强你一定得做菩萨，一定要受菩萨戒。那么落实在我们净土念佛法门，你今天心心愿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已经是准菩萨了。虽然是还没受菩萨戒，但是你的标准已经是菩萨了。为什么？你看，等你把32品读到37品之后，这些教戒我们能够依教奉行的话，你往生不难啊。那往生极乐世界去，不就是做菩萨了吗？这当中的差别只是在今天我还，你说那个菩萨戒的那些教戒啊，可能我还做不到。那我这一生呢，延迟五戒，把五戒做好，一心一意的念阿弥陀佛，这一生求愿往生，把无量寿经的经典教戒作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标准啊，每一天都在检验自己身心是否端正，每一天都在检验自己有没有依戒，依着这个无量寿经的教戒在修行，而戒的下手摄心。什么叫不摄心呢？你说你持五戒呗，五戒做好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你都做到了，但是你的心还乱。为什么戒我持了，我心还乱呢？因为你看到别人没做，你还起烦恼，你顾不住自己的念头啊！凡是这个一个不小心啊，戒持的越好，一定要好好守住自己的傲慢心。为什么？为什么说这个时候傲慢心容易升起来呢？因为今天末法，不持戒的人比你持戒的不晓得要多多少倍。你说今天延迟戒律的人啊，进戒比丘那是少之又少，你能做到那了不起，不得了啊。
但是莫要因此让你长了傲慢心啊。看看，就我一个人持戒精严啊，你看比丘戒、菩萨戒啊，什么戒我通通都守得很好啊。当你高高在上的时候，你用什么心态来看底下这些？哎呀，那个居士五戒没做好，那个受了菩萨戒的都没发心，哎呀，那个出家的那个比丘戒、比丘尼戒守得更糟糕。这个时候你能够以同情心、怜悯心的话，你是菩萨。但是如果你是以一种轻视、嘲笑，或者觉得因为自己持戒精严了不起的心态的话，那么我说你值得持戒的福报，你没有戒律的功德。傲慢心怎么能叫有功德呢？起烦恼呢，怎么能叫有功德呢？所以佛给我们讲，你得摄心啊，摄心为戒啊。什么叫摄心呢？你要先管住自己的心、自己的念头，这还不叫禅定功夫啊。啊，禅定功夫那可是六根接触外头六尘境界的时候，你真能不取相如如不动，那叫禅定。今天你的摄心为戒，不过还在持戒这一方面，你对戒真正明白了，戒是戒我自己，不是叫你去管人家。别人家持不持戒，他爱造罪业，那将来他得果报与你何干呢？唯有自己检炼自己的身、自己的身口意，不用你，不必你去操心他人做不做啊。念佛人我们的检炼端直，用一句话来形容来代表，随缘消旧业，莫再造新殃。这就是我们的检炼端直。怎样去随缘消掉我们的旧业呢？在自己生活里头，处人处事，对待这一切，要一直都保持住自己的清净心啊。也就是说，当自己烦恼习气现前啊，你要有那种降伏的能力。降伏能力从哪来？念佛，多念佛，训练自己妄念一起当下叫他消灭。学习脱开心量，这样子你才能够常常看到好样子。这叫随缘消旧业。那如果自己这一生遇到以前所造的因，今天果报现报，那也叫消你的旧业。所以我们念佛累积资粮，不要跟众生结冤仇啊。啊，不跟众生结冤仇，首先
我们先要求自己，他恨不恨我，是在说我做不了主。为什么？好比是，如果我们过去生都本来已经不怎么好缘的了，哦，那也许我现在呢，我长的样子他看我不顺眼，你说我有什么办法啊？或者呢，我的行为习气呀，可能会触犯到他，我无可奈何啊。但是我管住我自己，人家怎么样的对待我们一个念佛人，对我好，我感恩，但是我不起贪着留恋；对我不好，我不抱怨，我也不恨你。我们感恩，我们脱开心量，包容人家的缺失，纵使人家加在我们身上怎样的不善，当作还债想。你只有这样子，先把自己心中的结化解，我解我自己就得了。啊，那你要不喜欢我，瞧不起我，那我向你忏悔了。我不知道你是谁呀，啊，总而言之，就是我的冤亲债主呗。然后我把功德回向给我累劫冤亲债主。至少这个我们要能做到啊。所以我们念佛累积资粮，你问问自己，你还讨厌某人吗？你还恨人吗？你还要计较人吗？还要算计人吗？如果还有的话，错了。检炼端直啊，不是叫你天天看我今天杀生了吗？我今天偷盗了吗？我今天邪淫了吗？我今天打妄语了吗？那个叫根本。那你要时时懂得这样的检炼，何止无日三省吾身啊，用最快的速度就是，当你的起心动念一来了，还要等到晚上才来忏悔吗？太迟了。念头一升起来的时候，你第二念或者你第三念，就能不能检炼端直？我才动了个念头，这个家伙啊，啊，恨得咬牙切齿。第二个念头、第三个念头马上回来了，哎，我怎么能够起这种恶念呢？哎，虽然他对我不好，但是我是要化解冤仇的呀，我是要检炼端直的呀。哎，不行不行，赶紧忏悔，赶紧忏悔，把我刚才起的这个恶念头呢，认错、忏除，提醒自己以后不能时时起这种恶念。我们要起这样的效果啊。那你说师父？难啊，啊，那个恒顺自己烦恼习气，那个容易啊。你看，当刚就起一个念头，讨厌这个人，恨那个人，不舍得出来呀，还想继续再打妄想下去啊，再想着哦，整他，如果给我逮到机会呀，啊，又可以这样整，又可以那样整啊，又幻想一下，看看他被我整的时候啊，那种伤心、那种痛苦的样子，好，哦，开心的不得了。你就做你的，就继续做你的白日梦呗。没有，当你第一个念头、第二个念头升起这种歹念呐，啊，都已经惭愧的不得了了。那师父怎么办呢？念佛，在净土念佛法门修学里头，两堂功课你记住，一个是念佛，
一个是拜佛。只要你肯去做这两门功课，见效，一切时一切处啊，就在我们的行为动作，我们的起心动念，比较容易起简练的这个功能，这好啊，能时时简练，这就表示你有戒学。戒学一种说法就是说你持戒，哦，你把戒律守得好，这个叫戒学。那么我们呢，谁也别骗谁了，今天咱们在末法时期，在家同学们，你说除了上上根智人，你叫持戒精严呗，除了这一号人以外，咱们哪个叫不犯戒啦？啊，出家同学们，咱们比丘戒、比丘尼戒，除了那些所谓的境界比丘，能够把250条戒通通都做到，除了这一般人以外，以下的不要昧着良心说话，咱们哪个不犯戒啊？那师父，怎样叫简练端知啊？怎样叫持戒啊？当你做错了，当你犯戒了，你用多快的速度来简练端知？世间有二见耳，一个是受了戒永不犯戒，那种境界比丘；第二种人，受戒了犯戒了，能马上忏悔业障。什么时候他真做到后不再造了，他也叫持戒。世尊说只有这两种人可以成就，所以诸位，在咱们今天末法，把持戒念佛这一桩事情，我们得从简练端直这一句话来了解它的用意，不要老是高喊口号，我们要持戒念佛啊，我们要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来念佛。那我问你，我要杀生了，我要偷盗了，我要饮酒了，那我念佛怎么办？是不是我杀生偷盗了，我犯了戒了，然后我就不能念佛了？那我问你，这咱们六道娑婆啊，哪个人可以往生呢？要往生靠简练端直，你简练自己的过失，所犯的罪过，我用简单的话来说，要能知错认错改过，这个就是简练，让你的身心端直。那么我们把心设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因为阿弥陀佛名号呢，给了我们两个力量，一个是慈悲心，一个是清净心。有了这两股力量的时候，调整我们的行为习气，把不善的改过来，你简练断执做到了，这就叫持戒念佛。我要奉劝我们念佛同学们，戒律是对自己负责任，不要高调啊，不要天天炫耀自己啊是如何的持戒精严。
为什么呢？越是爱炫耀的人啊，怕你摔得越重啊。末法凡夫，我们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自己在哪儿摔倒，你就爬起来再奋斗呗。菩提道上还没有到你可以处理六道生死的话，那通通不作数，也还没到一个定案，没有结论，最后的结论就在你真了生死出轮回了。所以你说我们一生啊，或者我们这个人呢、啊，你说修行到怎么样呢？能不能成就呢？言之过早。什么叫成就呢？你真往生就叫成就了。极乐菩萨这三句给我们作为一个标准，所以我们仍然是摄心为戒，心摄受在这一句名号里头，摄受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里头，净土法门用的方法就是那么简单，只管念经念佛啊，一定能见到效果。那师父，我都念了三几十年了，没有效果。不是他不灵，是我们功夫不得力。为什么功夫不得力呢？功夫下得少，真的。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世界所谓的念佛人，多少个人真正是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的呢？多少个是真的可以念到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他消灭的呢？多少个念佛人是真正在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多少个真正是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呢？诸位，你遇到过这样的人没有？我跟你说实话，我没遇过啊。那可见得我们这些生死凡夫，我们功夫不得力啊。不是说我给你说这样的话之后，那我就叫功夫得力了，我也功夫不得力啊。该起烦恼的时候还是照样起烦恼啊。那么我们学了这一段这三句之后，我们就要知道，哦，原来持戒念佛是要简练断执。你这个做到了，再来谈什么叫身心洁净啊？身洁净，你是境界，连洗都不必洗，都没有染污过，怎么需要洗呢？你是污戒、就是曾经破过戒，曾经犯过戒，那就洗呗，好好的认真忏悔，洗心一心改往修来，把这一块布上沾染的这个污迹你把它洗干净，让自己身恢复到清净，让自己的心
看到你的慈悲心跟清净心起作用。所以定在我们净土念佛法门来说，你心中有清净心跟慈悲心做主，这个就是我们的禅定功夫。当外头境界烦恼习气来了，你的清净心要有降伏烦恼的作用。当冤亲债主这些障道的事情来了，你的慈悲心要有包容的作用，要能要能有化解冤结的作用，然后无有爱贪，你的爱欲跟你的贪着，爱欲里头包括我们的烦恼习气。菩萨是无有爱贪，我们今天是降服我们的爱贪。你要知道自己的烦恼习气是什么一回事，你要知道你的烦恼习气跟你今天所选修的净土念佛法门它起了个什么样的作用，看清楚这个事件的事实真相。因为一个着，执着，让我们起贪爱心。执一个贪，当然就包括贪嗔痴了，三毒烦恼。你所有法门都是要断除贪爱的呀，但是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净土念佛法门，我们把这个爱贪降服住，所以不管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念佛，就是要检练端直，时时的关照自己。当自己烦恼习气现前，习这个欲望来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对治？好比什么呢？这火正在烧的猛烈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能力啊，找来一桶水把它浇下去，把你这个火给熄灭了？这叫伏烦恼。你说像这样的问题天天都有啊，怎么哪个时候没有叫起烦恼的呢？所以念佛人明白了，我们在每一天除了念佛以外，我们每一天大场小场的这些考试啊，不晓得多少种啊，你每一天面对的人跟事啊，就像学校在考试你一样啊。但是当你啊被牵着鼻子走的时候，该怎么发脾气，该怎么贪爱，该怎么造业，你软绵绵的不能自主的话，那能怪谁呢？那个大修行人，人家可是断烦恼啊，什么烦恼都连根拔除断掉，做不到。那我们做不到，我们今天依着这净土念佛法门，我们就伏烦恼呗。所以你这个大场小场考试里头，当烦恼习气来了，念头来了，在还没有付诸行动之前，你如何去做到降伏？
当你不顺心的人事现在面前了，你用多快的速度去拓开你的心量，去包容眼前，还是要等到造了罪业了，或者恶因种子种下去了，你才要来找你的慈悲心，没用了。学佛就是要你警觉啊，所谓讲的不怕念起，只怕觉迟。是凡夫哪有不念起的呢？哪有不叫起心动念的呢？我说不怕，最怕的就是你没有觉悟。你好比我们念头都起来了，付诸行动都身口意照杀盗淫妄了，还不知觉，还在那边醉生梦死。师父讲经里头都给不起来，都千百万回了。世间法，你要懂得见好就收啊。在家同学们都来感叹，哎呀师父啊，我们在家没有你出家那么幸运啊，可以叫做这个世累全部放下了，然后一心的学佛了，你看我们还有家累啊，还有责任啊。那我就告诉你，适可而止了。什么意思呢？该负什么责任的你就负你的责任，到什么时候责任该放下了，你放得下吗？就是放不下。那个时候你舍不得放啊。我说，你说你有家累，恩爱眷属啊，儿孙都长大了，你还不是照样放不下？舍不得放不下，你怎么个念佛呢？所以在家要看看自己什么时候应该放下了。没有人救得了你，师父也只能够唠唠叨叨的天天把这些道理讲给你听而已，师父也不敢叫你放下。以后你会怨师父啊。啊，那咱们出家呢？哦，师父我放下了啊，你看你教他们放下的那些我通通放下了。你放下什么了？我什么都放下，我一心一意求往生啊。那我问你，你还有烦恼吗？你住在家也好，你住在道场也好，或者你在僧团里头，你还忍我是非吗？你还有我执吗？哦，当然有了。那你还说你放下啊？那怎么办呢？既然你出家了，就以这个终身的烦恼习气，认真的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业。师父，你不是说是这个是修掉烦恼，你怎么扯上利益众生事业呢？唯有你啊，心心念念为众生想得多的时候，才能训练你把想我少一点，用这个来救啊。如果你今天出家了，都已经七老八十了，连行动都不太方便的了啊，那我就真的叫你放下了，你就老实念佛。特别是年轻出家的啊，不要以为出家了我就退休了啊，然后我就老实念佛啊，一心一意的等着往生啊。除非你回答我，你真的万缘放下，一个妄念不起心，那个时候真的你爱什么时候往生都行。在家要放下自己的贪爱，
出家也要放下自己的爱贪，对象不一样而已。那你说这爱贪的标准有没有？有，障碍你的道心，障碍你的勤进心，障碍你的慈悲心，障碍你求往生的心。人也好，事也好，你喜欢的也好，你讨厌的也好，通通都是贪爱，就在此地讲的爱贪。菩萨是无有爱贪，我们是认识清楚爱贪。你连他也不认得是谁的话，那糟糕了。那你说我烦恼习气重，但是至少我认清楚我有哪几条大条的烦恼习气的。所以在自己这一生里头，对这几条大条的难缠的啊，难搞的，你就要特别下功夫了，下猛药了。我有问你的话不知道啊，只知道我烦恼习气很重了 啊天天业障现前了。你说这些话都是忽悠人家的嘛？啊，这样糊里糊涂，你说你念佛可以往生啊？啊，来出家的同学，你问他，你为什么出家？不知道，人家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了。那我说，滚回去！你糊里糊涂来出家，你还想糊里糊涂成佛道？连自己出家这条路子你还没搞清楚，那不如回去想清楚了之后再来出家还不迟。所以在家同学有在家同学的爱贪，你要知道怎么去降服；出家同学也有我们自己的爱贪，你也要想着如何把它降服。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责任不一样啊，那么我们呢，就从持戒念佛，我们这个念佛是累积资粮，听经闻法呢也是累积资粮，让你明白道理，认清楚你的爱贪，到你把事实真相完全明了了，真看破的人决定放下了。那个时候啊，你念这一句阿弥陀佛求往生的时候，你的恩爱眷属也好，你的冤亲债主也好，你的烦恼习气也好，不能奈你何啊，因为你已经是真看破真放下了，你的定跟慧完全已经开显。那么我们今天从极乐菩萨的这个修行标准，也正是让我们学习从这一刻开始，我们老实念佛，认真念佛，勤劳念佛，来检炼端旨，从念佛里头我们得到清净心跟慈悲心这两个宝，来洗除我们心中的污垢，让你身心洁净。你念佛有这两个宝啦，有这个力量功德啦，你看清楚事实真相，事出世间法里头必能达到无有爱贪，这是我们今天依着这样的方法，我们持戒念佛，我们也在落实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这就是念佛人的念佛念法念身。
我们的三无漏学完成。好，今天时间到，我们暂时报告到此地，谢谢大家，阿弥陀佛。今天以此讲经听经功德，祈愿净空老和尚法体安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三宝十重恩下济三途苦见闻真悉法菩提心爱尽持生同生极乐国，离邪法师，阿弥陀佛。恭送法师，阿弥陀佛。今天听课到此结束，明天8点欢迎大家再来网上听课，阿弥陀佛。